大家好，你都吃上啦？你会不会扒呀？啊，小米椒，看看这都吃上了，我的米饭还没好呢。我看看你怎么弄的，看看。哎呀，这都扔到桌子上啦。扔到桌子上那皮。这不是肉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还不会弄，我帮你吧。哎，不错嘛，把虾头一下就扯掉了。对，那是壳，壳不要了，可以把里面的吃掉。哎呀，好吃吧？冬梅和那个冬今天还带小米酒去买菜了，然后。问他吃鱼还是吃虾，他毫不犹豫的吃虾，是不是啊？真棒！妈妈去装米饭好不好？不好，你尴尬。装虾呀，装虾，是不是都浪费了？我来帮你吧。对，吃点米饭。不能光吃虾呀，对吗？哎，你看你这样弄的，那有没有吃到嘴里啊？啊？请教给你拿吧。啃的不干净啊。肯定哦，干净啊，这虾好小哦。干净。一个手。对，你跟妈妈学，你看，先把头掐了，然后一扒就出来啦。嗯，对了，好认真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干干净净的。干干净净的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表情这么好吃啊！哦，虾螃蟹不是，这个是河虾。我给它用盐水煮的，放点生姜，放点盐，放点葱，煮一下就行了。这是最大的。哦，那个是最大的，厉害了吗？”这个是最大的。哦，再来点青菜，给它又加了一点那个黑芝麻粉。这是黑芝麻粉。对的。放了一点点黑芝麻粉，黑芝麻粉，大粉碎，除全前放大粉碎。你又想跳舞啦？吃完饭跳好不好？不好。总算是表达清楚了，要跳舞去是吗？这么喜欢跳舞呀？你要先叫他呢。放大风吹。你要先叫他，把他给叫醒了。你说小爱同学。爱同学，放大风吹。爱同学，放大风吹。哎，你还给他叫醒了。哎呦，我的头啊！哪有你这样跳舞的？眼睛一闭，看这陶醉的。好啦，我听懂了，宝宝经常跟爸爸跳舞的，是吧？经常跟爸爸这么跳舞的，就是眼睛闭着的。跟猴猴一样爬大洞。哦。跟猴。
又开始了。一起步步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你继续跳吧。跟红红一样丑，跟红红一样闭着眼睛。妈妈闭着眼睛，我闭着眼睛怎么看你跳舞啊？对不对？妈妈要是闭着眼睛就看不见宝宝跳舞了。裤子掉了，刚好。刚好你这吃完了也不能剧烈的跳，你就这样摇吧。你又换了舞姿了，这舞是不是比较费衣服呀？这叫什么舞？街舞。不是。是不是街舞？不是街舞，这是臭的形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臭舞的形状。哦，跳舞的形状啊。又跑到门口去了，看看这孩子。一到这个点儿就到门口去守他爸爸了，这孩子又在这儿等爸爸呢。爸爸，爸爸下班了吗？下班了。你今天怕是等不着吧？等得着。等得着？你爸爸刚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了，他跟同事出去吃好的了。就是我姐姐去吃饭呢。谁？去吃饭。对呀，你爸爸也出去吃好的了，就留我们俩在家。他说晚上要很晚才回来呢。你等着吧，看爸爸啥时候回来。反正爸爸说他，今天要聚餐。我有聚。你看，听到爸爸说出去吃好吃的不带他，你看看，一下就趴沙发上了。你怎么啦，小米椒？是不是你也想去啊？是啊，可是爸爸他是跟同事聚餐耶，公司里面聚餐耶，他不能带你去。那你给他打电话吧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不行，你不会打。妈妈会打。妈妈会打，是的，但是他说不能带我们一起去。你蹲地上干嘛？啊？你想不想去啊？想去。想去啊。你看爸爸刚给我发信息说他们已经开始聚餐了。你咋又去拍门了？要干嘛？要找爸爸。要找爸爸。不是跟你说爸爸去聚餐了吗？找爸爸。找爸爸。你也想出去啊？你是不是要去找爸爸？是。是的。不管妈妈啊！不管妈妈，看看这小没良心的，不管妈妈，要去找爸爸。妈妈带你去聚餐。哎，那个出去的鞋不要动，放着。妈妈，换鞋出去了。要换鞋出去玩？你这么想爸爸呀？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在哪儿聚餐呀。在外面聚餐，外面那么大，我怎么找得到他呢？你找得到吗？找得到。生气了。哎，找爸爸，爸爸上班去呢，去聚餐呢，给爸爸回来。叫爸爸回来啊？是不是叫爸爸回来？是。是的，睡觉了吧？还跑不跑啦？爸爸去聚餐了。你也知道爸爸去聚餐啦？找爸爸。找爸爸，去哪里找嘛？去门口找。去门口找，要找爸爸，要么让爸爸回来。刚摔了。这有个不够妹妹。哎呦呦呦！又摔了，我在家给你要整个安全帽戴一下，
是不是啊？这是安全帽。这是安全帽啊？这是啥安全帽吗？这是墨镜。对。哦，爸爸坐在放灯猴子，妈妈坐在放灯猴子，你干嘛屁屁？你说这是啥意思吗？马屁屁？谁是马屁精？妈妈坐在放灯猴子，哎呦，干嘛屁屁？人呢？还不起来，自己爬起来。哎，姨刚打电话说喊我们俩去吃火锅，你去不去啊？姨喊我们吃火锅，你也不去啊？你要等爸爸呀？站起来。去姨家。你又不乖。乖。去姨家乖吗？乖。乖啊？怎么乖的？当乖的。哎呦，到底吧，你爸不回来你就要出去玩啦啊？你平时不都在家等爸爸吗？这告诉你爸爸去聚餐了没带你，你就要出去。你是出去找爸爸还是找姨呀？找爸爸。忙得回来了吗？谁回来了？没有，以为爸爸回来了，是楼下的，不是我们家的，还去跑门口看一下，以为爸爸回来了。那我们自己做饭吧，好不好？嗯，小米酒同学，不是米酒同学，天都黑了，你看，是不是天黑了？天是黑。出去玩，一心想着出去，天都黑了。每天都黑，出去玩，去姨家出去玩。去姨家呀？天黑了耶，怎么去呢？去姨家。骑车去啊？嗯。好吧，走吧。骑电动车吗？爸爸。你看。走走走走走。别骑